红眼罩大热门，幸运流水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三班1650大热是六啊，七八起飞。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噶嘛，又係紅應聲彈出啊，咁再見到後面成炸噶啦，內欄黃炸唔算好快，依家有內欄走翻上去，中間追風企足啊，咁坐喺外邊一隊紫色衫係大眾開心啊，追外邊仲有隻盡力之城啊，稍稍拖翻住咧，跟住個第五位咧，咁就係呢只行雲流水啦，內欄尾三咧就皇帝急，尾二係童話，暫時殿後係嗰只白鹿飛翔嚟噶，咁轉呢個滿貫灣過1200米嘅段柱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咧就。呢只又系红啊，咁但系外边尽力之城走咗上去啊，跟住个第三位就大众开心啦，内栏第四系黄炸啦，第五位追风企足啊，拉到个马群都几散下，后边嗰四只啊，行云流水、皇帝金、尾二童话，暂时包尾都仲系嗰只白鹿飞翔嚟嘅，去到对面直路中段过800，前面就又系红放咗出嚟之后就慢慢依家得翻慢啦，尽力之城都跟住佢拖啦，第三位就黄炸，第四位大众开心，第五位追风企足，第六位行云流水后。边三只皇帝金童话，好啦，白鹿飞翔开始喺出边走啦，好啦，过埋呢个600米段柱啊，前面放头嘅马仍然系又系红接嚟一个身位嘅，尽力之城啊俾紧第二位啦，咁啊再见到埋边绿色衫咧，第三位又黄炸啦，咁啊出边位置就大众开心啦，拱埋行云流水出去啦，咁啊褪咗落去啊追风企足啊，白鹿飞翔蓝帽大爱当见噶啦，好啦，最后200米啦，又系红，咁啊放嚟咗有两三个马位，大众开心依家追紧，出边行云流水上。最出嚟白鹿飞翔，最后100又系红接先，中间大众开心，哎呀俾人阻咗，外边行云流水接近终点，又系红仲系接先，行云流水同埋皇帝金一齐冲上嚟啊！咁啊睇嚟最后嗰步咧就又系红好似系接先嘅，但系有啲挨出嚟，咁啊出边上咧最劲嗰只系皇帝金7号啊，埋边2号又系红，7号皇帝金逐步上嚟，中间行云流水俾人阻咗，系大众开心。又系红啊，咁啊21倍临尾都顶住嘅喎，薛恩啊，咁啊暂时都胜出啦，咁啊见到第二名7号好劲嘅皇帝金周俊乐，中间行云流水啊，潘顿跑系3啊，6号第四啊受阻啊，呢只1号嘅大众开心啊，巴杜。唔系一放到底，闸都唔使试喎，呢只咁耐冇跑嘅嘛。keep 住新鲜感啊，只1号又惨咪啦，哇呢度都仲抽起咗。夹住晒啊！咁都输4/3身位，睇个势啊，应该有三。有言訊啊，咁啊請保留彩票啦，一見到咧氣勢就捉住阿周俊樂啦，傾啦，咁啊叫翻只皇帝金翻嚟先喎，解咗安又先啊。嗯，皇帝金而家喺沙圈嗰度，咁啊又係紅都係啦，啊直路都幾明顯有個受阻，有啲干擾啊，關於嗰只大眾開心都要睇下直鏡啦，
睇質鏡啊，遊戲熊有時有啲片咗出嚟，係啦，判同嗰只又好似少少挨咗入去，咪要睇直鏡先睇得真啦。打張相先啦，暫時咧就又係紅道先啊，咁啊短碼頭一頭二三都係短碼頭位啊，好短距離啊。但係仲開心啊，末段又唔係好騎到啦，一第二名啦，第二啦，係啦。皇帝金的走势都好强啊！因为皇帝金头先走咗啦，只马咧嗌翻翻嚟，等等先，唔好住，而家上翻安添啊！博利士呢只唔系仔仔骑，薛恩，不过红系同薛恩都 friend 啦。意外又唔关皇帝金事嘅，除非人哋告甩咗佢上咗嚟，即系被贬咁，第二上咗去咁咯。一只一告唔告人啦、啊。告嚟要睇告边只喎，即系几只一齐啊？系咪罗水航有啲埋啊？睇直镜先清楚啲啊！嗯，所以叫佢又诶，唔好走住只马，等等先。短距离分胜负啊，都系要再稍等啦，大家。巡逻影片睇翻先啊，第七场嘅。起步大家都算几齐啦，又系红咧应声弹出噶噃。中路位置见到咧就系追风企足啦，埋栏咧就系黄炸嘅。第四位大众开心，出边咧尽力之城都上埋嚟嘅。中档第六就行云流水啦，贴栏尾三就系皇帝金啦，尾二灰马系童话，包咗尾咧白鹭飞翔嘅。哇，头段步速都正常嘅，咁啊都系又系红啊，尽力之城喺出边咁慢慢塞埋嚟带啦。咪第二段咧就走快咗四线岭，不过六三嗰段咧就突然间慢咗成七线噶，咪拉过嚟计咧，其实佢都属于偏慢少少嘅。咁啊，入围红就唔知系咪咁嘅关系，都赚咗形势赢啊。不过佢都叻噶啦，有几可见做完啲手术出嚟，闸都唔试啊，仲要即刻赢到啊，仲要赢中距离喎，唔系赢啲最短途喎。咁啊，睇下可唔可以顺利都有埋派出咧一阵啊。咪睇翻呢场咯。咁啊，大眾開心啦，其實都跑啱位嘅，一路跟住個二有車檔啦，都同上季差唔多。冇黃澤今日都咬住黃金包三位啦，咁啊今日輸都冇得遠嘅，但係都叫做比先前好翻好多啦嚇。咁啊，其他馬就潘俊都冇跑錯啦，二有車檔都流放做得好好嘅。咁啊，嗰只白鹭飛翔就落山開始走啦，佢又係驚追唔切咯。咁啊，直路初段掟出咧都好似有啲細嘅，不過衝落去咧就唔係好貫注，反而黃帝金咯，原來都好美㗎，佢喺沿途攔黑。入直路咧，先慢慢移出去。好啦，睇下地下啲线吓，咁啊留意下前面嗰只系边只片出嚟，边只挨入去咧？又系红片出嚟先。哦，潘顿嗰只冇挨入去，咁啊真唔关潘顿事啦。咁啊真系可以一号有机会告甩只，睇有乜告只头马啦。咁啊如果告得甩咧，十亿只就皇帝金啦。嗯，都出咗几个横身位喎。因为潘顿就系好临尾先埋翻少少啦，咁啊落内闪翻埋翻嚟啊，咁啊大家个三文治收窄咗个位啦，应该话。但系仲开心啊，唔止食咗一次三文治嘅。系啊，第二次就收窄咗，即系潘顿都埋翻嚟。望多次啊！咪而家呢个侧镜嚟嘅。呢个斜斜的角度啊，唔算好真，但系都睇到又系我片咗埋先嘅，跟住打打左手边咧，佢又反而片翻出去喎。熄咗灯咯，现场。佢一片出嚟就阻到大家开心，我都 check 啦呢度吓。现场灯我熄咗噶啦，皇帝金都离开咗喺个花圈嗰度啦，即系冇咗希望。系啦，而家正式派赛啦，跑第一名系二号嘅又系红独影，218个半位置派54个半，跑第二名七号皇帝金啦，位置派19蚊，跑第三名六号嘅行云流水位置派12蚊，跑第四名系一号嘅大众开心。连赢二搭七派1141个半，二重彩二号一、二号七号顺序派2049蚊，三重彩二号七号六号顺序派8947蚊，单 T 派794蚊。位置 Q 二搭七派261个半，二搭六派115个半，六搭七派35个半。你希斯今日两只都输少少啊，呢只系短码头。博利士就321咯，最近三场今日真系搏噶佢，不过呢只就俾薛恩美术咗啦，勇趣啊！咁啊，影翻头马相先，
呢只马以前都要热身噶，今次咁犀利嘅，所以系冷门啦。都系啲脚有问题啊，坐埋买啦，闸都冇事啊，有啲新鲜感。系咯，半年冇跑喎。阿薛欣着一件衫，影翻张头发相啊！薛欣都好耐冇发屎咯，自从我四 win 之后，发亲都冷、啊。今日整翻场，同埋之前有只王者精心，嗯，又唔知有冇收尾筋嗰阵。有头马唔紧要啦，最紧要唔好俾人告甩。咁啊，余下仲有两匹坐骑啊，薛欣。讲开王者精心啊，惨啲啊，伤咗啊。嗯。诶，薛欣都落咗多心机啊。恭喜晒啦，马主！三解派彩又胜出咗，系咪 A 三其他冷门派53.5？二重彩二号、七号顺序派2049元，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六号、七号派639元啦。四重彩二号、七号、六号、一号顺序派26716元。孖宝啦，头关七号美军二号派2029.5，头关七美军七派335.5。第二号孖 T 派216867元。分段时间啦，头段27.84秒，第二段23.47秒，第三段24.97秒，末段23.89秒。完成时间1分40.17秒，万国标准时间。